天几乎都是早上6:30出门健身，感觉好困哦，想睡高高。Come on, come on, turn the radio on. It's Friday night, and I won't be long. Gotta do my hair, put my makeup on. It's Friday night. And what? What? Yeah, 第二组两分之半，中间没有休息。妈咪，动动情绪，快转过来，快快快，网友面前假装恩爱，假装恩爱，假装恩爱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快我刚刚睡醒，现在就去排练，画了一个蜜桃妆。啊，好好好，先不说了，上车喽。好了，今天结束一天的工作，现在是快凌晨了，快12点了。我感觉我的状态还是很好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明天我不用早上6点起床了，我明天可以睡到8点钟、10点钟健身，真好。祝你有个好心情哦，晚安喽。